下来欧莱雅的这个是我买的他家的这个眼霜，他家新一代的眼霜。其实我之前也是在免税店买的，是我看他新研究出来的，他那个头是那种有点贴合眼睛的那种。对，他这个叫按摩头，他有这个按摩头，这是他正装。他送了这种四个小样，这还有一个四个小样，一个正装，还送了一个这个面膜。这个面膜我好像之前有用过，也是买他家的，我忘了是买他家的别的产品的时候吧送的。这个我好像用过，但是据我的印象它好像比较的一般，可能我忘记了，下一次试了给大家说一下。这个装修啊是真的停不了，这次是我买的珀莱雅的早 C1A 终于到了。这个是他给的那这什么一涂二敷，这是什么第一步将精华液挤出涂于面部，然后再把面膜敷在面部。这个是早 C 晚 A， 它一个红的一个黄的两个面膜。这个早 C 的这个我有精华，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精华，我就一直想试一下它两个搭配起来使用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。这样打开的磁吸的这种，这个它配的这是一个早 C 晚 A 的这样一个成绩单还有说明书吧，就这种。它这个还挺细致的，它给了干皮和油皮或者混油的这种使用的一些方法和建议。我感觉要这一页还挺重要的，到时候看一下这一页。这个就是它那个红宝石精华，这个就是它的那双抗，也就是黄瓶那个小罐的那个精华。它这个精华，因为我用的是双抗，它这个精华没有什么味道，挤出来就是有点像橙子这样那种黄色的，有点稀，不是很稠，浓稠的那种一种质地。这边小盒子这样打开，里面是给的一些小样。这个是个啥，淡纹紧致的精华液，这个颠这么小小个颠起来挺重，30克的一个颈霜。对，我当时买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它这个颈霜，因为我脖子上的这个纹比较重，应该属于家族遗传，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哪一种颈霜用起来会好，大家有推荐的麻烦大家推荐给我。所以这次买它主要是为了想用一下它这个颈霜试一试。它还送了四个这种红宝石精华的小样，一个是7.5毫升，这个也是双抗精华的小样，这也太迷你了，像一个口红小口红一样的。它这个是4毫升，这个也是它的，这个应该叫中样哦，不一样，这个是30毫升替换装，然后这个是30毫升的正装，正装比这个替换装要稍微长一点，这个是小小的那个小样，好可爱。好啦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还有一个快递应该是面膜，到时候给大家看，拜拜。